大细粒，安尼意义叫做伊。每一年的产季，伫一月到五月、十月这里才计叫做非常的好。但是后面才慢慢啊迈开，来到尾盘伊都升起来。这是每一年伫正月底到十月底，这两个时间。天能生，天能二，三哥会，三哥老会啊！阿弟喏，阿叫阿弟弟出来介绍多会情况。弟弟好，弟弟好，多会的，有我大家都，阿太歹势，我用一个插曲，然后做什么唔知安尼吼。阿叫你只介绍阿这个单业的大概状况。啊，咱这个经理组长、经理组长吼有介绍吼，啊，就是伫遮分做台约和台湾来介绍，台约的部分，伊是因吼，价值的低啊，好了，伫咧八十万斤、一百万斤，啊，伊一年的产值啊，台约大批哦哈，台约大批的产值，一年有伫咧两百二十个四百块的这个卡单。好，这是台湾的伊个迄落承接的迄落市场的状况。啊，台湾呢？啊，台湾就是供应种苗，啊，台湾是供应种苗的迄落种苗，然后呢，然后连基因呢，它的基因呢，啊，到气候啊，化单价，到气候化单价来决定伊的产量。啊，伊台湾的产值跑到伫个上面，上面变低，好，哎。两岸两花吼是属于等高的，大约是一米啊，有大只，伊这只伊非常好。但是伊若要坐，要起飞落来坐呢，伊就伊迄个竞争力就无咱遐强。咱一年会使坐到八公分，伊一年可能坐伫个四五公分，我来个人大概坐一米啊就坐嘛吼。不需要用哪里稳落来吼，总是。一个天气咧，个地方咧，好困难哦。这是咱台湾的优势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做到呢个哦，台湾做个单薄嘛，吼，啊，个台湾做羊乳啦，吼，一个生产啊，一个饲啊，咧，看两个怎互补互利啦。我感觉这个是非常好啦，吼。哦，咱拢是互补做啊，咧，看好做啦。啊，我感觉这个是互补拢好个部分。啊，你这个产业伊是方面吼。真正上大个努力，大家上大努力，咱个孵化率跑到一年跑到10%-20%，哦，啊，咱品种嘛，这是个改良，那我进一块米种品种进去吧，好来做改良的开会。再来，就是阮这个产业，哦，个问题，哦，要来个。哦，一定来发现。第一个问题，就是我麻烦李处长。哎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李处长哦，发现咱这三件问题，麻烦李处长来。